你怎么来了？这是我的工作室啊。啊，对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这不是看你这儿乱七八糟的，就想着顺便给你收拾一下。顺便？这顺着顺着，我就重新给你弄了一下。我的工作区呢？工作区这儿呢，你看。这是工作台吧？这你就不懂了。这个工作呢，需要劳逸结合，工作很重要，生活也很重要。这怎么放沙发呀？应该放书架。沙发和工作台的距离我算过了，就2米。你要累的话，往后一躺就能休息了。那我的床呢？泡坏了，我就给扔了。那么小，那哪叫床啊？睡着能舒服吗？有人吗？你的双人床到了。哼，我就是想让你睡得舒服一点。嗯。都收拾好了。你干嘛转钱给我啊？装修也要花钱的呀。但这2万太多了，用不了这么多。加上人工费。人工？那加上人工费可不止这些哦。那我还是自己弄吧。哎，我开玩笑的，我真不能收你的钱。不要钱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想，我啥也不想啊。哦，对了，我帮你把锁也换了，给，钥匙。全都搞定了。嗯，有点饿了。你想吃什么呀？你想吃什么，我就吃什么。好嘞。